哎，你在忙吗？有件事想麻烦你。怎么了？我助理刚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周末去爬山摔断腿了，未来三个月可能都没办法上班。你可不可以请你们人事部帮我招个人啊？没问题啊，有什么要求吗？董事长，董事上吧。哎，你尽快帮我找。走吧，吃饭。现在不行，我等下要出去一趟。去哪里啊？听小陈说，诚品百货最近推出了一个新的广告，效果还不错。我想现在趁人少去看一看。那一起去啊，反正我也想出去走走。男士的衣服呢，相对单调，所以变化少一些。如果能再细节上做一点小小的改动，就会很不一样。不过具体的定制，还是需要符合你老公的气质和身材。你老公如果能来就好。哎，我也想啊，我老公啊是个死宅男啊，这样他陪我逛街啊，就要他命是吧？对，整体的。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位先生，麻烦您一下，帮个忙。 帮忙好吗？帮忙是个衣服。谢谢。不好意思啊。高阳。我老公身材跟他差不多，你看看这件衣服要怎么弄啊？高阳，我们只是来随便逛逛，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，走吧。严总还有时间随便逛逛，看来工作量也没有平时说的那么饱和嘛。这位小姐啊。这位先生，同意帮你试一下。啊，谢谢你啊。哎，你说我这衣服是在胸前 DIY 好，还是在背后 DIY 好啊？你在干嘛呀？既然都赶上了，那就帮个忙喽。哦，天哪，黄小姐，我是你的粉丝啊，特别喜欢你的设计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了？ 太客气了，我特别喜欢你的设计，你知道吗？我有好多朋友都喜欢你的品牌，我以前在杂志社工作，要不然咱俩合张影吧？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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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别胡闹了。可以了吧？谢谢啊。哎，再来。这儿。哎呦！真是对不起啊，是不是扎到你了？不过你啊，你最近好像胖了，怎么是最近不吃水煮青菜和鸡胸肉了？第一，没有胖。第二，你小心点。那我要是不小心呢？你怎么了？突然这个样子？还好意思问我？阴阳怪气的，胡闹什么呀？你才胡闹呢！谢谢。哎，我觉得这背景不错，我给你单独来一张。高阳在搞什么鬼啊？严厉和黄燕南怎么又来了？高阳，他们俩在一起，真的让你这么在意，这么生气吗？哎，你怎么了？你干嘛乱发脾气啊？说我了？你等会儿说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哎！你看，我给你拍的是不是特别好看？这是 DIY 了个刺猬吗？啊、哦，您看啊，背部呢就是这样的修身效果，然后正面呢，在胸口的位置，我帮你绣一对蝴蝶，最近流行比翼双飞。嗯，这个，哎，你是什么肤色？结果，高雅，哎，这带头针是扎衣服，不是扎人的。设计也不是让你这样玩的，痛不痛？还好。来，我帮你拿掉吧。嗯。怎么别这么多、啊？哇！总听说严总来我们陈明百货视察工作，但是
当模特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么重要的时刻，我想应该记录下来。哎，高阳，你看，严总真是打破了自己的固有形象。我从来没有想过严总可以走这种很萌很萌的路线，是不是啊？嗯，挺可爱的。黄小姐今天怎么有时间跟严总一起过来啊？我在严厉的公司租了一个办公室，听说他要来，我就跟着一起过来转转。哦，我也听说黄小姐她找了一个新的办公室，我这两天还想着有空了亲自去拜访一下，也不知道方不方便。方便，随时欢迎。原来你们认识啊？我这衣服到底要怎么 DIY 啊？这衣服你就交给我们好了。现在这个幸福牧场是我们陈明百货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活动，那高小姐又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设计师，交给她，我相信她一定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案。你放心好了，下次来呢也可以带着丈夫一起过来的，这样可以享受我们的八折优惠。真的吗？是。那太好了。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，现在网络上有一个主播叫小辣椒的。我当然知道了。下周一他会来我们陈明百货，跟高安小姐一起在幸福牧场有一个现场直播，到时候记得要看。好的好的，我一定看。好，谢谢啊。太客气了。谢谢。小赞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都不知道啊？当然是真的了，惊不惊喜？嗯。那叶楠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慢走。你还痛啊？还好了，没事。你是不是惹到高阳了？我看他刚刚好像是故意的。他知不知道，他这种行为是可以告他伤害的？每个人在学习的时候都会有一个过程嘛，他算是有天赋的。你看这个幸福牧场活动，有带给陈明百货更多的销售额。既然做了销售员，就应该要收敛自己的脾气，还真的以为自己还是贤妻大小姐。不过他为什么在陈明百货上班？这是他自己找的工作。也是了，如果他来艺能购上班，还不知道惹出什么事吧。好吧，进去吧。严总，您找我？黄燕南的助手找到了吗？这目前来的都没有符合黄小姐的标准，我再去催催人力资源部。不需要，我自己是觉得高阳挺合适的。我就说嘛，你早就该把高小姐挖过来了，就不该让高小姐留在陈明百货呀。吹嘘捧场，万一她不行呢？还是先让她试试吧，如果真的不行再继续招。那您看，是我让猎头去找他，还是您直接联系他？我来跟他说吧。好，高小姐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很激动的。喂，通过今日的考察，我发现你的设计天分很有限。
你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扎的不是我，而是其他客人，怎么办呢？别人我才不扎，扎的就是你。我认为你这个工作很不适合你，我帮你找了一个新工作。你可别坑我啊，严厉！我可是靠着工资来交房租的人，你要是坑我的话，那我就没有钱交房租了。燕南的助手摔断了腿，想叫你过去帮忙。燕南姐还需要人帮忙吗？在我眼里，她可是上能九天揽月，下可无涯捉鳖。你又在嘀咕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考虑一下吧。